不是你有事儿啊？没事啊，没事，我走。哎，别走，别走，有事儿有事儿。那啥，我妈最近老怕我一个人照顾不好自己，老要过来惊问我嘞。我想找个对象。那你就找呗。我好像找着了。不是你有病吧？哎。你说咱哥们这么多年了，我也没求过你啥，我也没让你帮过我啥，就这么点事儿，帮我录个视频证明一下你是我对象，行不？我跟你说好了，这是另外的价钱。行，阿姨您好。你他妈夹着点说，我找个男的呀。阿姨您好。哎，离我近点，亲密一点，这他妈能像吗？你事儿可真多。阿姨，哎，行了，不行，这后面大白墙背景有点不咋好，不像，没有氛围，要不咱进屋吧？你别太过分啊！你看这屋的氛围多好，多像，多真呢，是吧？太刺激了！我感觉有点刺激啊，那怎么整啊？我有点紧张，咱俩把灯关了。不行的话，咱俩还是出去录吧。不是你把我整屋了，你走了啊？走啊！